今夜旁人来去悔婚，穿过这个山洞就是刘德邦土路。开封寒酸的叶子娘，为了众修人之事，想见刘德邦土的主人，请问主人在吗？跪起来后，就算我有些欢迎，请夫人海涵。就是就算我辛苦，同为如今叶子娘就被请了，夫人性情在下心领，夫人心服我面子，夫人就一前来应会是将我饮酒，今后我特要回味，所以我就直接讲了。关于众修人以小小玩笑，我希望让您自己解决，在和平解决的前提下，让您自己解决，我同意。何求看些生命修为，如何能被生命解决，弯弯相悖，修魂只会一直存在。夫人不妨开出条件，除了性命之外，小小一定会尽力弥补。小是众修人的，我不能代他开出条件；命是小小的，你不能代他决定。所以我讲，让因自己解决。夫人，父亲接受不长久，就像此酒。方才就我一饮而尽，此刻就不能与夫人共饮了，不是吗？哈哈，我从来不怕人饮敬酒，就怕人敬酒不饮饮罚酒，不怪我无心提醒你。任何想插手众修人以小小玩笑的人，下场就如出轨。人间一次不息了。开封寒酸叶子娘，众修人背后的势力就是此人，消息此番就难回了。离开了银湾行船，从海钓起步返往他处。天意天意，不日惊涛来到刘德邦土，究竟是何因果？有种开车何种故事呢？